一下吗？今天你就负责店里的卫生工作，工具在那边，我领你去。还以为陈老板老家的妹妹有多会做事呢，这是给客人洗手用的洗手池，你用来倒脏手，不脏吗？我的饭呢？你的饭你自己找去，问我干嘛呀？我不知道。你给我来一下。这里有盒饭，快吃吧。小杨啊，咱们在一起工作呢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你不要瞧不起别人。我瞧不起谁了？你瞧得起谁了？你这是来这半天了，你认识一个人吗？你要真尊重人家，你就会主动找人说话。那我还处处顺着他们呀？啊，我让你顺着他了吗？那以后让你接待客人啊，你也这么闷不吃的晾着人家？又不是我想来美发店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去吃饭了。难怪祁连一看你就上火，我看你都上火。你吃的那是我饭，也不知道说声谢谢。白眼狼！哎哎，来，过来帮我们这收一下。别看着，来啊，收一下。收一下吗？收完了。发什么疯啊！今天是有病吧？他是。好了不起吗？我不收就不收呗。